大家好，这哥，老爸已经出院好几天了啊。今天呢，我给老爸，去北京安贞医院啊，然后办理这个出院啊。当时他出院的时候是办理不了的，然后是周一到周五啊，每天早晨8点到下午5点应该是都可以的啊。今天我就去。然后老爸之前呢，就是因为我比较着急嘛，他是冠状动脉造影做这个啊，等于是做了一个支架啊。我听别人说大概这一个支架是10000块钱左右吧，啊，我是交了30000块钱的押金，然后呢走的医保啊，然后前期呢是花了不到2000块钱啊，挂的特需专家，然后门诊还是不报销啊，就住院报销，前期花了2000，然后今天我去结账啊，看看今天老爸一共是住了3天2宿啊，做了一个支架，看看花多少钱。然后前期呢也有好多粉丝呢给我提醒哈、啊、提示，那意思没有必要挂特需专家号啊，就是挂一个普通号，然后你就给你老爸或者说有任何人有可以借鉴的啊，就是就可以看了啊。普通号其实也都是好多是副主任医师啊，什么主任呀、啊、是吧，虽然说有的不是那种特需专家，但是有偶尔你也会遇到啊，他就也会出普通号啊，就那意思，只要安贞医院的基本上都是专家啊，人家只要进到那里边的是吧，就你就放心看。然后挂那个普通号呢比较便宜，这个第一是有这个优惠政策比较便宜，然后第二呢，你瞧完之后如果你要不放心，你再挂专家号，然后让这个特需专家给你看一眼是吧，哪天手术谁给你做手术，然后需要不需要做手术，这是最关键的是吧，需要不需要做支架，然后那意思就是能节省这个门诊的费用啊。你挂普通号是首先这个号也便宜，然后看病也都是报销的，走医保，如果你要挂特需专家的是门诊不报销的啊，这个是一个提醒。然后挂号方式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上边的小程序安贞医院啊，也可以通过安贞医院自己的 APP 啊，也可以去现场挂，好几种方式都可以挂号啊。然后这是第二点，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到医院之后啊，就是如果安排到有这个病床了，不管是专家还是这个医生给你安排好有病床了，大概得等1个月啊。我们反正等了1个月，等有了之后呢，你到那之后呢，然后也还得需要先报到，然后是吧，到那个自助服务台那儿2楼先得报到啊，完了登记，然后你才能住院。住院期间如果说是让你来住院的，如果排不上号或者没有那个病床，还得跟主治大夫去协商啊。老爸这还比较顺利的，基本上就是等了1个月，住了3天2宿。今天我去啊，看老爸一共花多少钱，大家可以借鉴，好吧？出院先得弄一个出院报到，我估计还得等1小时。终于排到我了。大家好，水哥，从北京安贞医院回来了啊。你猜花了多少钱？妈那天跟我说。做一个支架应该是10000多块钱，到不了20000块钱。刚回来啊，然后还挺顺利，他前面排了有7个人嘛，一个人也就10分钟。说关键的啊，说关键的，我就那意思，你猜花多少钱？我就讨厌人家跟我聊天聊，我跟你说关键，人家说一半天，你们有没有这样？我那等半天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我交了30000押金，花了。3211，怎么花那么少？你看，然后医保报销花了是总金额是花了21199，个人应付资金是3223.93块7。天哪！退回了26000多，这不是吗？26786.33。等于是医保报了不少啊。要不然得花20000多，你要说对，花20000多，太合适了，是吧？还是得有这个医保，真是是吧、嗯？有这保障。然后老爸呢，恢复的还不错，是吧？做了一个支架，但是他出院的时候感觉面色有点虚实。硬的，对对，爸还说没事跟那折腾，没事没事，再咋没事，他也是手术，赶上人家来一口，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呢，
最主要得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啊，心脏的支架这个疾病的是吧，冠状动脉支架这个疾病的，什么少油啊少盐呀、啊、少糖啊，一点肥肉都不让吃，一点肥肉不让吃，吃什么鸡呀、啊、鱼呀、啊、虾呀、啊、都可以。这个上回我回去看、嗯、老头就注意了，吃什么东西有一个小肥一点点的边儿的，一点肥肉克了扔我。所以说平常就是大家也是多注意一点是吧，对，别到时候就尤其是高血脂人群啊，就是少吃肥肉。我家老头跟老太太全都爱吃肥肉是吧，如果我家老太太也是说瘦的不爱吃，就爱吃那肥的炖烂乎的。所以说从今天开始的咱们那猪肉就别买了，或者甚至买的时候就弄点瘦肉让他们吃一两口就得了。你说那个不吃是不现实，不现实是吧，就是说自己多注意呗是吧。对，就是屏幕前的也是，就是有没有这种疾病的也都得注意是吧，少油少盐少糖、嗯、对是吧，少吃肥肉、嗯、啊，而且是最好把烟戒掉，烟对这个心血管疾病对心脏是负担最大的，让那个血管容易脆是吧，堵塞啊，还得少喝茶少喝酒。嗯啊，那意思没让爸忌酒，但是能喝一两个意思。那人家能说啥呀？那你非想喝，人家只能说就是可以少喝适量，是不是？嗯，反正挺满意的啊。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大概是吧，可以借鉴一下是吧？就反正做了一个支架，花了3200多块钱。之前是刮特需那些花了2000块钱嘛，不到，那大概5000块钱。对，就是差不多全年厚厚的就是5000块钱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是不贵。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说。嗯，怎么说呢，都挺顺利的。但是他们说这个像这种手术啊，全国各地的医院都可以做，而且是比较成熟的。嗯，只不过是安贞跟阜外什么比较名气大而已。对，知道吧？所以好多人就，我感觉啊，得有80%都是外地朋友来北京安贞医院看病的，本地人很少，很少。为啥？就是说外地患者多，都聚集在这儿了。为啥本地人？就是说比例来说，全国人都跑这儿来看看，还是爸说挺多的，对，全是外地朋友是吧，也给你们做个借鉴，如果是在外地也能看就看，如果想来北京的话你们可以借鉴怎么挂号啊是吧，怎么那个报到住院出院是吧，大概花多少钱，主要就是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，对对对对，都不得病，真的，然后平常日常都维护好自己是吧，对对对，那些注意事项大家也得注意，到生病的时候太痛苦了。行，还比较满意啊，花了3000块钱，3000多块钱真是够便宜的，真够便宜、嗯、只要老爹那个健健康康就行、嗯、是吧，咱俩就是吧，你说这给你自己说白了，这就是给你减轻负担，对对对，让你更幸福，知道吗？没错、嗯、父母只要健康，嗯，就是做儿女就是福气，好吧、嗯、好，拜拜了，拜拜。